旅程 Mary Oliver， 有一天你终于知道你必须做什么并开始去做，虽然你周围的声音一直喊叫他们糟糕的建议，虽然整个房子开始震动，你感到那陈旧的拖绳绊住你的脚踝。改善我的生活，每个声音哭喊着，但你不停止，你知道你必须做什么。虽然风用它僵硬的手指撬动这个根基，虽然他们的忧郁着实可怕，天已经晚了，一个疯狂的夜晚，路上塞满了断枝和石头，但是渐渐的，你将他们的声音抛在身后，星星穿透云层散发着光辉，一个新的声音出现，慢慢的你意识到它是你自己的声音伴随着你，当你越来越深的步入世界，决定去做你唯一能做的事，决定去成就你唯一能成就的生命。